身高体重分185，超高，超完美。看一下你的身高差，哦，不得了了，天哪！怎么有人愿意跟我们去吃饭？他是不是自己在约会吗？大家？他有体育生的感觉。我给你穿上了，好好好。越穿好。奶奶，给奶奶享受一下。他的腰线在你的胸部哎、欸，在 Instagram 上面都是裸的，赶快收，赶快收！哦，各位观众哦，真的蛮好的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红，欢迎收看《帅哥纠察队》。上次呢，大家都见证到我社交牛逼的威力了吧？我在每个地方呢都能够交到朋友，而且找到帅哥。重点是呢，我敢开口跟他们合照啦。那现在呢，我人在上海，来上海找帅哥咯。因为上次我在法国，你知道有点语言的隔阂，所以其实没办法深聊太多。这次就来到上海找帅哥。你知道上海跟杭州这一带帅哥超级多吗？我知道，你应该是已经看过很多网络上的帅哥，对不对？当然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挑战说在路上找帅哥到底怎么样。可其实我有点紧张，因为昨天我们其实就已经先抵达上海了，拍美食特辑，结果路上，怎么了？好像错过了，还要吗？我别吵，我们开场还没开完。哎呦，哎，这次他真的进来了，正是时候，我觉得已经有70-80分以上，因为昨天我们挑错的地方是在一些就是小吃的地方。跟你讲，我昨天还跟佩玉说，全场最帅就是我。我说我真的要吐，但是是事实。今天呢，我特地来到这个环贸这一区，听说是年轻人爱逛街的地方，帅哥出没几率比较高一些。今天呢，就来上海这一带赌帅哥。要抓回刚刚那个人吗？我觉得他真的，他不知道他进来吗？我有，他就是从你旁边擦身而过，他有光芒，直接盖过了你。好悲哦，你这样子啊？你太过分了吧！哎、欸，帅哥就好，对，不能这样轻易放过。我们继续找好不好？找、啊。你喜欢哪种类型的呢？韩系，对不对？韩系奶油就可爱帅帅的。那身高重要吗？高也不用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我们今天至少找了177，比我高的可以吧？现在帮我找一帮你找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还特别用心打扮，因为我很怕说，就是大家都只看帅哥，就不看频道主本人了。这你也没有那么好看，大家都看腻了吧。什么叫我没有那么好看？哎、欸，你们知道他提早2个小时前整理。他是害怕输给路上的帅哥。这边真的是比较多年轻人。我知道了，我们这边咖啡就好了。这边有些那个趴，你知道吗？阿拉比卡咖啡，都是上班族在喝咖啡。哎、欸，小吴，你看那个男的很帅。你看那男的。真的你拉大看，哎、欸，我们昨天都没看到任何帅哥，进去问看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刚才在那边埋伏了大概10分钟左右，他已经买到咖啡，然后坐在那边。我们是犹豫要不要跟他讲话，因为他就是一直都一个人，原本以为他在等朋友，就朋友都没来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是他的朋友了。Yes! 我们都要过去了，第一个。好紧张哎。他拒绝我们怎么办？就谢谢谢谢，然后打马赛克。就谢谢，对啊。压力好大。他要看你吗？有没有？三，对准他。我刚才就问他说可以稍微访问他一下，他说可以耶。好的，现在呢，我知道第一位小帅哥，你看一下合不合格？超级合格，你要多气。这是我本趟上海曾遇到最帅的一个。哎、欸，我先想请你出去镜头画面。好的，稍等一下，不好意思。哎、欸，超级完美的画面，那种少年的淳朴感。你干嘛走这一点啊？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呢？董汉，全名太直接了吧？有没有什么绰号啊什么的？叫小董，身高几公分？185。超高，超完美，几岁呢？25岁，是97年，好害羞腼腆的一个人哦。你敢看着我吗？职业是自由啊，就没工作干吗？差不多。他是不是很害羞？他不敢看镜头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很可爱。我们来这边，来这边太大声了，大哥。啊，帅哥自己私藏在自己的角落。喜欢年纪比你大，还是年纪比你小的嘞？喜欢比我大。大于25岁的，赶快。哎、欸，我大于25岁，27。喜欢那种清纯的，还是喜欢那种有钱的贵妇？我喜欢成熟的，有钱的要吗？要注重面包，还是比较注重爱情呢？爱情，霸道类型，还是你是那种温柔类型？温柔。想要身高165，觉得长得超爆帅，还是身高185，长得超爆丑？人家就有185，然后又长得不错，为什么要挑这种问题啊？就是他看完美，他选择美。那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呢？面食。最好看、最迷人的五官是哪一个？眼睛，放大一下眼睛。哎、欸，他眼睛真的很好看。其实他不敢看我，我也不敢看他，你知道吗？是属于那种主动的类型，还是比较被动的类型呢？被动。1到10分，你给自己几分？
分，我就两分了，看。五分而已。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上海，你有没有推荐的食物？就附近比较肠粉。肠粉是吧？在等朋友吗？有没有，就喝咖啡。那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吃的肠粉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，一人可以。好，稍微转一下啊。看那身高，身高差。OK。我们看一下你的身高差。哦，不得了了！天哪，还靠上去，靠上去！我真的太不要了，不敢了。反正你已经靠了，你放心。我要跌倒。出发、啊。瞧你开心。你有去过台湾吗？没去过。你带你玩。对，要走很久吗？因为他现在白卡。如果不近一点，可以飞。可以的。我觉得可以试试看。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，真的很快。怎么会有人愿意跟我们去吃饭？他是不是自己在约会吗？大家好的，我们来到这间叫池仔记肠粉哇！没想到我们可以跟他还吃饭。刚刚在路上闲聊，发现他本职的工作呢，模特是 model。哇哇！哎，拍照起来是另外一个人呢。可以帮我摆个时髦的表情吗？那个没有表情。你有看他的眼神的变化吗？多层，他已经在吃了。把你喂我吃，我是帮大家体验一下约会的感觉啊。他，你把他做得好尴尬，他好好笑哦。好的，现在小董回家啦，我们要继续找寻下一位帅哥。其实你知道，现在小董完结束之后，我就觉得怎么办，完蛋了。我现在眼光变高了，标准太高了，我们就这条晃晃呗。外国人，今天很多像无印良品啊 Nico N 的那种年轻人都爱逛的店。下大雨咯，我们路途好辛苦哦。我们找了十几分钟，以为雨会停，结果也没停，雨越来越大，老天爷赏个帅哥呗！天哪，我们现在找了很久，找了大概一个多小时，完全没有任何一个合格的。你太严格了吧？你有默契吧？就是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好，在一个地铁在这边堵，这边是一个什么陕西南路站，找不到可以回家，好累。这个嘞，这个看到吗？看到吗？这个可以吗？肌肉男的呢？好的，现在呢，我们找一颗，就是感觉是肌肉型的，名字叫什么呢？叫黑皮，就是黑皮。要多高呢？我几岁呢？我00年，23岁而已，22。那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嘞？做自媒体，影片的还是说照片的那一种？影片的，同行。我以为是健身教练那种，对，看起来很壮。你喜欢年纪比你大，还喜欢年纪比你小的？多小？讲求面包，还讲求爱情？我觉得两者都喜欢。一起，都只能硬要选一个。我喜欢面包。再来是，你喜欢霸道的还是温柔的嘞？我喜欢温柔的。那你自己是霸道类型的吗？我也是。看不出吧？为什么他感觉很暴力？那你觉得自己的五官哪里最吸引人呢？就是鼻子吧。转转到侧面看一下。他有那个驼峰是吗？那个很漂亮。我以为你是说眼睛，因为眼睛很漂亮。那你是属于主动类型，还是属于比较被动类型的？碰到喜欢都是啥？给自己1到10分，给几分呢？5分吧。哎、欸，给人家、欸、他们都给自己5分，你到底是几分啊？我2分啊，怎么样？哎，我这很过分嘞、欸，我很谦虚，我觉得谦虚了。你长得一般，很普通，我觉得。你有没有推荐的上海的食物？上海的小笼包，还有葱油拌面。附近吗？对。你有空吗？可是我一会儿要去骑车。你要回家了？对。来，我先追你一下，吃饭不重要。我觉得他身材好像不错，对不对？举一个给你看一下，他这个。他肩膀很宽，很宽。我先稍微确认一下哦，都是男生应该摸一下可以吧？可以摸一下。硬的，那你换你拿，换你拿。你先捶一下这个底部。他要脱他的衣服。来，我们这边隐秘的地方，我们在角落脱，不要被人吓到别人。那种体育生的感觉，黑皮体育生的那种感觉，而且你后面有人在看，大哥你好，你好，大哥也很赞。那你愿意跟我们去吃个东西吗？可以啊，如果一下子的话，还是那种有没有饮料或小甜点，就可以，就快一点的，太好了，买一个餐算了，好。奶奶给奶奶享受一下，奶奶摸一下看壮不壮，奶奶摸一下。好厉害哦！奶奶喜欢这种壮壮的吗？对、啊，壮壮摸起来舒服，对吧？健康，健康。奶奶满意，谢谢奶奶。奶奶在。
尽量半小时内解决掉好了。好，输住池好强哦，就他已经帅到连奶奶都很喜欢。黑皮哥呢带我们来吃这个香辣拌面。香辣拌面，那我吃不了太辣，你可以帮我擦汗吗？可以。他人太好了。你好，老板，擦汗。好特别哦，它颜色好鲜艳哦，很香，川菜吗？川菜，感觉很辣哎。每次我可以接受我的辣度哎，因为上海人不喜欢吃辣的，然后他们都会改掉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吃完啦、最后呢，我们就决定合个影纪念一下，就来护送这位帅哥离开炉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终于回到饭店了。我跟你说，真的是很累。我们这样一整天这样下来，只抓到两位帅哥。那现在呢，我就好好休息，要先卸妆喽。跟你们推荐一个东西，就是呢，噔噔噔噔噔，文森先生的深呼吸洗卸凝露。我跟你讲，有些男生不太化妆嘛，可是呢，清洁很重要哦。它这个是洗卸两用的凝露。大家都知道说卸妆很重要，可是你知道吗？其实卸妆也很重要哦。这个文森先生的深呼吸洗卸凝露呢，它很酷哦。它干用的话呢是卸妆，如果说你加点水。搓搓的话呢，就变成洗面乳哦。我来示范给大家看吧。我先干用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你不要再加水，你先这样搓搓搓。它利用呢包覆粘黏技术，可以把我们毛孔里面的脏东西啊、粉刺都给黏出来。你看我是干用哦，它就你看黏黏的，你看你看，是不是很酷？你看。你看，我现在是干的，我没有加半滴水，里面还有薏仁的成分，可以有效的软化我们的角质。看，超酷！看，我让光，你看我的妆就整个被带起来，超炫泡！你看，我没有加一滴水，我的妆都这样被带起来了。用完之后呢，我再用水稍微把它冲一下。你看，我现在卸完了，你看我这边完全都是干净、干净、干净。另外呢，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化妆，就想要洗脸的话呢，就加点水用就可以了。这样子一瓶四效合一，超级方便。不只是这样子哦，它这里面呢还添加了专利的木糖醇来提升它的含水度。洗完脸之后呢，就不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，而是非常水润的效果哦。真的洗卸的很干净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我对它的喜欢。那我现在洗卸完之后就可以好好休息了，明天继续找帅哥喽。好的，今天是第二天啦，继续找寻帅哥啦。哎、我们今天有位神秘的嘉宾，请我朋友色牛帮欢迎我们的祝姐，真的，他姓祝，叫祝姐。力不够力，我们现在要找点人。对，因为我们昨天找两个很辛苦哎。那现在呢，请你发挥你的帅哥雷达。我要是不想走，我们就主打一个守株待兔，去蹲，就在那蹲。各位，这边就是新天地的大入口的感觉，人真的很少。就是你平常都是潮牌店，才可以逛。看一下，边逛街边找帅哥。这个也是差一点，对不对？对。就是你会觉得哎、不错帅，可是又那个拿百事可乐那个不错。这个可以，就找他。还是我去。很热的时候，很热的时候我看他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文化淀粉是对不起。我们90度鞠躬的。对。谢谢祝姐请我们喝咖啡。各位不得了了，我们刚刚呢在这边喝咖啡，喝到一半，发现隔壁有帅哥，是一对情侣，就发现怎么样？是韩国人，韩国情侣啊！天哪，我们大扑克空这边一个都没有找到。可恶！我们现在在持续在物色，我们一直在看，一直在看，一直在看，其实没有那么好找。现在已经下午3点多了，我们今天一个业绩都没有。祝姐，你想被炒了吗？你把工资给我结了，我走了。还是没有加什么钱？哎，他脸脸。好像我觉得行，我刚是不是他测？你要炒我吧？等一下，你要炒？哎，好像真的行，他这个剪刀滑的呀，好帅！这个超厉害的。真的很厉害，大家来这条街超屌的，感觉不好惹，不知道什么，就感觉他们好有点凶，好难找啊！天哪，我们这样子边逛边找，都买2-3间店了，帅哥还没找到，完全没有一个。守株待兔这个成语好像是有道理的，没错，咖啡店出帅哥。我们上次移动，搞不好一直错过，我们不如就蹲着等，祝姐讲的话要听啊，好不好？我们到底眼神有多累？真的没有，真的找不到，我已经累了，你知道吗？边吃边扫一下 ，OK？ 哎、你眼睛要顾哦，眼睛要盯好。我已经看到不行，我看到眼睛都会这样。好吃吗？这蛋糕？好像不错，气死。哪里有蛋糕？哪里？对啊，不能。哪一个？白色衣服，超高，超高，刚走进去，这没看到点，我们去看。现在给祝姐长进，她的处女秀就是这一次了。你拿着，然后去问她说会不会接我们采访。你要剪个蛋糕？没有没有，很好很好。谁管你们蛋糕？我想采访你啊，我看你可不可以去那边接受我朋友的？你有时间吗？终于找到第三位帅哥，那这边真的几个人？现在问一下。
叫什么名字呢？叫大明。大明天的明吗？对，明天的明。简单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就好，好吗？首先呢，大明身高多少呢？身高是190。190哎，是截至我们目前采访最高的一位。我们目前最矮180哎，我们这频道是优质的好吗？那请问你什么星座呢？双鱼座。双鱼座，浪漫。对，那你的年纪今年几岁？我22。二十二。零一年。01年。01年。我的妈呀！也是我们采访最小的。01年。给大家生下来。你喜欢年纪大的，年纪小的？不喜欢比我大的。面包跟爱情，你选哪一个呢？霸道类型还属于温柔类型，温柔吗？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呢？没有不喜欢的，没有，都吃，很爱吃，茄子也吃，茄子也吃，青椒也吃，青椒也吃，你也吃，白吃了。对自己最迷人的五官选一个，下巴，下巴，下巴，剪下巴，下巴是五官吗？眼睛你是嘴巴，耳朵是五官吗？我不知道，眉毛一个，眼睛一个，鼻子一个，三个，嘴巴一个。耳朵一个，耳朵一个，五官下巴不算吧？我第一次听到下巴，好可爱。那就嘴巴，比较主动类型，还是属于比较被动类型的？我是被动类型。1到10分，给自己长相几分？6-7分。哦，目前最高的一位。这样显得我很没有没有。喜欢被别人管还是喜欢管人？我是喜欢被别人管。那你有没有推荐的上海食物呢？因为我们是第一次来上海。第一次来上海，有没有什么附近的好吃东西？附近。用打算去吃的，楼上有一家叫什么熊猫火锅，我之前去的。火锅要吃火锅？可以，我今天还没吃饭。有空吗？我们吃个饭，他请你吃，真的也请你吃饭，跟我屁事啊！小明，大明，因为他年纪小。你有朋友在附近吗？没有，我一定要来的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吃饭去了，去站一下。一样是，哎，你是人体比例尺，没有担当来的大家，哎，太扯了啦！1-3，你看这腿长不得了，他的腰线在你的胸部，哎，你们再互看一下，互看一下，这不吗？这不，最后我们要走吧。身高也太扯了吧！拍完他要给结束了，我也觉得，我觉得找不到下一个，真的找到更好的了，我们极限了。我们在谈心，我跟他兴趣一致，都吃嘛，不挑食。突然想到了，他说他不喝带气的，汽水、可乐这种不喝，不喝，就是他有气我就不喜欢。啊，我最喜欢喝可乐了，那你们不搭？没有，我们互补。我们说他的眼神就是很清澈，很少年感。看他历练很多，感觉玩很久了。这眼神是的吗？你们都看看他。这真的很青涩，感觉没有被别人伤害过的。对对对，这感觉没被伤害就算了，伤害别人。他说他的 Instagram 上面都是裸的，赶快搜，赶快搜。天哪！然后我先帮大家看一下。哦，哎，我看一下各位观众，而且我刚才知道他是体育生哎，他打篮球，看得出来，那种校队那种吗？是二级，国家二级。照片拍得很好。哦，真的蛮好的。哦，不知道要一遍。啊，这穿衣服哦，没穿好。哇，你会游泳啊？我不会。他教你。好的，我们终于把帅哥就好队给拍完了，是不是很好看，很精彩？真的帅。帅哥就好队，我们应该会继续拍下去哦。那也不要忘记感谢本集的赞助干爹，就是我们的文森先生啦。文森先生推出了极限零度1+1组合限时活动，只要7-8折，只要输入小文折扣码 WU100 的话呢，可以再限折100块哦。而且还有水货附赠极限零度的随身包，大家赶快到官网买起来吧。喜欢我的话呢，记得分享、订阅、按追踪、开小铃铛哦。拜拜。帅哥就好队，下集去哪里嘞？去杭州怎么样？